复古，像是拉丝琴。但是我桌上牌桌就是 Epic P， 上不下自我，基本不不协同，出牌让你头晕难以捉摸。要不就冲一个，不要说，跳着吧，大神。打得出去，运镜的来，欢迎收看挑战吧大神。好，这是个棋牌类的这个节目，欢迎观众朋友踊跃报名，在我们节目呢连续挑战卫冕六次成功，就会获得百万名车。没错，报名电话02-8793-5802，02-8793-5802。好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，来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参赛者。第一位呢，这上礼拜挑战成功，打得不错的，很棒。唯一的，我们讲真的，女孩子打得不错的，目前看到琪琪，琪琪，而且赚了21800，一千四，哦，气死我。真的，哎，我最后一关把不住，今天啊，给你来把关，别忘我是不是？好不好？下面和这个的演艺圈最软的咖，哎呀，我会打牌。好，来黄登辉，欢迎他，也会打电话，南港刘德华，欢迎我尹相迎，大家好。好啦，最后我们也是直播组非常美丽的哈，小柔。好了，有一直叫三娘哈，今天我们四位到底鹿死谁手？来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幸运推筒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幸运推筒子，对，看谁可以拿到我们500的 bonus。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人选两张牌，点数最靠近9的就赢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谁大就谁赢啊。对，就可以得到500积分。一样，7号。7号 ，lucky seven。我上礼拜也选。3比3。黄登辉。3号。3号。4。好，3、4。4号。湘云选4号。1。来叫个2就厉害了。9号。9号。八，你不要担心，不要高兴，还没，你这个，人家八会配二，我跟你讲，好，我来喽，来，琪琪，2号，2号，三要配什么？哎呦，你跑的6点，那你们不用玩啦，你们都不用玩了，4叫到5，好，那来，没有9也不会赢到3、6大，哇，黄登辉，1号啊，不用玩了，1号，放弃了，厌世，7，必须一点，还好，相迎，5号好了，5号。二，三点，比灯辉好，比灯辉更好。8号，哇，你们刚刚好，1、3、3点加起来，三个加也没他点数，真的，加起来才7，他9。来，恭喜琪琪加了500，好厉害哦，运气好好哦，真的很好哎，500分差很多，真的，真的，来，东风3缺1。来，东风3缺1。是的，一开始每个人5000分啦，除了琪琪，他是5500分。打完一圈，输的就淘汰了。好了，琪琪来开门。Go！ 好棒，我家都要用手指。来喽。Hello， 我先。3缺1的第一把出赛。第一把呢，给你们填的怎么样？哎呦，来2万。哦，哎呦，多好！哎，你牌很好哦。很会呢哦。没有，东风。很会哦，东风仔。哎，我想一下哈，把它放进去，跟打东风，很冷，很可爱，对，东，跟打东，稍微瞧一下，哦，那小柔秋柔亮，看起秋柔咱也会怕，不得怕啦，他跟琪琪都是你那个秋柔跟我。岳母很像，那你想到骑吗？又开始搭讪，又开始搭讪，又来了。我真的要给你检查内裤。骑马手，白板有人有吗？不用，白板。北风。哎，你真的一开始打2万，这什么招啊？白皮要喊啊，小柔。白皮先走嘛。没有了，没有先走，我就不会先走。我觉得要留到最后都有机会，30几岁走很多，怪牛力先到，清吧，碰，哦，9万，哎呦，八饼，八饼，碰，碰一个，七，真神，跟他的指甲被你碰走了，南风，碰。哎呦！拍水9桶，好像很厉害。哎，9桶是不是？对。来吃一个，吃一个。吃。我会玩，进步，就是都会乱来。
确定你这样讲？然后我要打一个我不要的。对。他给你啦，不用不用自言自语啦。八万。八万。八万。我们的节目不用做效果。哦，好，好不好？认真认真认真在打牌的。嗯，对。偶尔就好了。之前那个国贤哥就很照片，很甜啊，很甜哎，但我不要。三万，哎呦！啊，边三万，哎呀，沙大沙大，三铺路 ，Oh my god！ 哎呀，四桶你不要哈，不要，不要，要吃很饱，吃，假爸爸，哦，跟他赞你啊啦，哎，危险了，危险哦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这个坏习惯，坏习惯，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喂我，喂我，我要冲一个喽，冲，给我，给我，六锁，发到了吧？蛮甜的，还好走得早，北风。打人有傻福啊！不要以为我不会胡。想要三娘教子，对不对？二万。二万。二万，你要吗？不要不要，我自己有。哈哈，神之手，哈哈，神来也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那效果是满足吗？神来也。妈的，没啊那。黄金打能打能打。别人打过了就打掉。边张比较安全，一万。我有练，啊，这个，你先把汪丁瑞淘汰，还是我们现在直接结束？直接结束，奶哥又要内伤了。打得慢又拖速度，然后还谁谁凉？对，还是你先走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我会赢，有傻的有傻。小罗进放进去了，六条，不要。哎，还中了，中中了中了中了，就是这一张中了。一条，小鸟，婚轿，婚轿顶东归，一条，一条，好，谢谢，二五，老王，倒下来，拍出来，不错啊，打不错，你不错个鬼啦，他这个牌，他这个牌就打一万了，那我们已经猜一二条嘛，对啊，为什么不打这个？喜欢鸟啊，他喜欢他喜欢留香。我刚刚如果留这个，我就自摸自摸嘞。没关系啦，也胡的不错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是屁胡，屁胡五百分，恭喜，加油，五百。好了，现在小罗加油了啊，加油！第二把你开门，加油！我的策略就是不放枪，就十二，十二。好，来，小罗出赛。嗨，北风。啊？什么？不要。嗯，八彩碰，你看吧，我就知道你要碰北风。西风东，嘿，神之手，神之手，各位观众，神之手，西风。三位娘娘，小心啦！碰，红烧炮啊！碰。哇，你想当大三元对不对？九万。我看穿你，小坏蛋，这小二。九万，嗯嗯，坏蛋，留着，给你大三元，拜拜。坏了。七条，七条哦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很牌大声一点哈。好，这个应该可以先五万。这个哎，好东西耶，谢谢好朋友三桶。哎呦，吃够了，不错，好朋友啊。什么玉手环流啊？你是叫我真的很烦，内心戏很多。八桶，它是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。嗯，八万。九万，哎，二万，不要，不要破坏我的门庆，我好，那你都自己去摸。东风，东风，甜的六条，甜呢，琪琪，甜呢，中凤，忍住，三条，岳母有教我，啊，不要我的剧了，让我知道。
吃一个，岳母的牌吃一个。对，我接下来要怎么打？我要想一下。岳母是偏要问，真的很忙，是不是问吃药？他现在刻了什么？给我来一点。对。到底要选哪一边？纠结。怎么办？五等奖嘛，五等奖好了，五等奖。五等奖。好纠结哦。哎呦，跑偏了。东风。赶快五黄灯灰啦！很想三条，打得烂的我很希望赶快把它淘汰。二条牌。哎呀，六张，没用，所以我要放第二牌。没有用就放出来。三角裤。呸！我来。来一个，七万。我来。等一下。十里求生，碰。哦。想不到吧？想不到会这样打吧？四桶，想不到，哇！上碰，先不乱摸了，二万，还是我的，哎，四摸，哎，四摸，好，好强啊！倒下来，我要啊！好强哦！你真的上碰。瞎瞎他妈碰！来，自摸一台，然后小柔庄加两台，好，扣五百的，扣六百的，扣七百啊！谢谢。黄灯辉庄家，来。太吵，太吵了。上庄不留情哦，各位。快点啊！按哪一个？按这个。抓完手动的啦。八八。好，第三把。黄灯辉出菜，我要出菜了。来，快点。嗯，那出什么菜呢？快点呐！红葱。红葱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冬。冬。红葱。冬。你怎么弄的红葱？哎，不错不错。白板。拿一瓶儿。白皮，白皮我也有。东风，发财。可以可以，小心啊，各位同学。我要放枪了，二筒。哎呦，吃一个，好好吃。哎，你吃我的，不能唬我。好哦。你还答应他？不要理他啦。对，我尽量哦。二筒。假仔告仔，好吃哎，九条，还有一张卡尔饼，对啊，中等真好。这些小鹿要加油啊！好，真的要加油，哪个会帮你加油？哪个会加码让你淘汰？淘汰加油！我不会被淘汰，不要辜负奶哥的期望。我很强，加油！我很强，我不会被淘汰。七分换我，好，来二条，二条要不要？咦，吃吃丢丢。棒叫嘎叽，鸟鸟碰，哦，水冲，来发财，你干嘛？然后你干嘛拉杆？给镜头，给镜头看一下。这个人还不错，快点，有观念。你要被打了，对，真的要被打，救不了。每个拳头一直在夹住，对，他一直控制住自己。我怕节目没有教堂，我告等。一桶杯啦，离分欢乐啦。哦，好。好，那我要开二档哦。三万。哦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摸牌技术。真的要被打，我怕我从对面快点，要哪个从丢牌过去？九条。九条。对。一万，碰。嗯，四筒。发财！啊，为什么嘞？越打越长。对啊。哎呦，开花点哦！三桶，三桶，该放三桶。被抓对了吗？六条，六条要不要？六条。你啊，真的是好人啊！真的好人。
可以，你要吃。没什么地方可以表现。喂我。八条。一点。吃麦当劳 ，MM。八条。巧克力。感觉还不错。我吃。三条。小心哦。我有感觉，我要哭了。小心哦。三位娘娘。九条。三位娘娘，各位观众，酒桶。1万哦，这里不是西风，还有西风，对啊，很多西呢。酒饼要吗？哎，糟糕，5万。2万，快没牌了哦。哇。一人是两张哦，好，加油，小柔。5万，我是很看好你的，小柔。快点啊，快点，连我都受不了。我丈岳母有跟我讲，这其实可以偷天换日。怎么会有这种女婿？偷天换日，齐妈都生气了。9万。岳母有跟我讲，这其实可以偷天换日。怎么会有这种女婿？偷天换日，齐妈都生气了。9万，偷天换日。师母，师母，哎呦！搞，卡三万啊！我脚下来中洞。你是听五八名吗？我还没听，还没听呢。好惨哦！琪琪呢？那要喂我，那就是进不来。琪琪还没听，多没听，还很好呢。哎，没听水，奇怪，南风没有啊，所以有没有？哇，南风洗到海底，太好了，我好衰啊，你好衰啊，南风衰啊，独立自摸，对不对？两台三台，黄德会扣三台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自摸啊，恭喜恭喜，耐摸，好啦，湘盈跟琪琪基本上没有问题，稳了，攻攻三缺一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就你们两个互补。或者是你们两个胡黄灯辉，你们三个胡黄灯辉。你有发现哪个那个奖吗？对，都是灯辉，灯辉。对，有一票三奖吗？这个如果没有胡黄灯辉，我们重打，好吧？重录。这么想淘汰我？好，东风三缺一哈，看你的命了，来试试。加油！加油！江颖现在7100稳稳的了。东风三缺一，淘汰谁？这一把关键，来出菜。好。知道，像唯一的敌人在哪里？唯一的敌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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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知道是谁了吧？知道，北风。哎，不要过水。三娘教子，没有在过水，没有在过水的。东风，现在小柔比较吃亏一点，小柔3000，加油，对，好，灯辉3600，没有人在过水，差500分。对，琪琪也稳了6700，没事，稳的，稳的。9万。发财，来北风，好。牌放进来的时候停一下，好，观众要看牌。发财，一下再好，发财，发宅，东风，好中，二桶。哎，你这个真是令我煞为为难呐、啊。不要破坏门清好了。夏薇薇，好，你就整把自己来。他说的嘛，自己来，自己放，自己来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们好旺。小柔，你加油。一条。拜拜。九条。哼，你以为就只有你可以有九条吗？南风。你怎么不跟打？不要。八条，很甜哎，甜哦，一条。我是不是有作弊？就中，毕竟要淘汰同一个人嘛。对呀，目标目标是一致的。哎呀，干什么东西？不要让我们是组队的。对。
你这样会比较快。我们九饼，早点下班。应该已经想睡了。九饼吃，哎呦。三条。三条也是蛮甜的，嗯，哦，甜甜的。三桶。三桶也是北拜，一条。一条。一条哦。一条。有诱惑吧？打。你敢吃？你不是要门清？你管我，打我、啊！我要把刚才那个不好的预兆丢掉。好，快点！一桶去焦油。我要坚持。不要了，被盯了。我一开始没有碰，我后面就要坚持。八条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底。4桶。是不是？你看，坚持就对了嘛。是。男子汉就要靠自己活。六饼，好寂寞，真的好好吃还是乱吃？我也不知道。对。9条。关系到不能能不能进。4桶。我就不跟你们开玩笑。有没有觉得我变得很帅、啊？到了。哇！哈。这没办法过，哎呀，哇哇，天不从人愿啊！哪张？好，这是一台，所以呢，很清楚的，哎，天不从人愿，小柔，好看，差500分，真的，小柔准备成这样，全身红又指甲，好难过。来，我们进行 bingo bingo。好，进行 bingo bingo。是的，很简单，就是谁先连线就可以得到500积分。好了，这500很重要哈。有，真的很重要。现在琪琪先来。二号。油饼。没有没有。七号。斗笠下面。4万。哦，有呢。四万有吗？有2条。二条是。斜的。哦，斜线哈。11号。二条在哪？一饼。12号，一轮那么快，忘记有双就没有小柔了。六饼，我跟你讲，2条就在二。快点，2个2，该你。22，22，2条，开。你细啦你。4饼。好，4饼。10号。3条。没有，现在是2。17号。6万。3号。3号。黄正辉叫3号，2万，哎呦，没了，掉了。18，香英叫18号，应该要中。2条连线，香英得到1万。香英今天一个卡3万字幕，手气应该不错，手气应该蛮好的，加油了啊！加油！来，马上是我们的南风逆转胜。OK， 南风逆转胜。这一局呢，先把灯辉淘汰掉。加油，我们三个。平常南风逆转胜，我们不上来了。对，我今天就下来专门把它弄掉。受不了，羞差。我要跟观众朋友报告，我过水糊他，大家不要那个哈。不要意外，不要意外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那这一局大家都是5000，他是5500。好好。你们的共同目标知道了哈。16。好哦。好。来，现在是香盈出菜。好。西风。有，嗯，庄家先给你们一个赛，吓吓你们，我也吓吓他们，吓吓灯辉，跟东，我牌超好的，快点呐，我跟你猪，连我都不耐烦了，脾气受不了，西风，你都不理，我还输他，小柔很冤呐，这个白花花的指甲都白做了，对呀。花钱做指甲上节目，真的还穿全身好，输给黄灯辉，真的，冤呐，冤呐，说了，明天去卸甲。来，奶罩，给奶罩，奶罩，你最爱的，你要的，你爱的，不要，你不要碰，赶快碰。奶哥打的不吃就是不敬，吃，吃奶罩，我是。拆开来吃的，不是吃，要带，带起来。他真的硬吃，我是为了奶哥拆开来吃的。没有，没有。吃的还要14饼。6所。请问奶哥怎么知道我要什么？所以我到底为什么会输？为什么会输他？8万。南风，奶哥很痛苦。来1万。难道他有？1万，放一个。上来解决你的。我说奶哥有戴那个透视眼镜。
滚蛋，哪里有眼镜？隐形的易经型德智的透视眼镜。他闭着眼睛都可以跟你打，我觉得。对，因为奶哥用手摸就知道了。条。今天我是右手让你。哎呀，总统。七条。七条。七七犹豫了，不要好了啊。去去去去，七头。怎么了？八饼。好，你看，你看，嘿，嘿，嘿，神之手，开玩笑，你他，马上我叫胡他，扔掉，哎，扔掉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要猜一个比较不会放枪的教学，各位观众没有，这快一点，对不起，三万，五万。你在数，我怕相公啊，算一下。一桶。哎呀，真是，真是好啊。四万。四瓣。各位观众，没有。九饼。九饼。九饼。你干嘛学我？回马枪。对，犹豫了一下。发财。嗯，怎么？哎呀，等你等很久，本来想留着，又没有人丢，他舍不得，九万，又没有人丢啊。对啊，想说，那想说算了，在哪里？七七饼，让我来做一个移花接木的工作。你这个也可以这么久。二饼。吃二饼，打打二饼，看到没有？吃吃吐吐，是不是？他真的是为了你硬吃啊，硬吃啊，一桶。好，好，四条。你们不要，我在你们面前好像透明人。九条。杠。哎呀，杠一个。九饼，不会杠到我要的。来，再吃二饼。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不要了，不是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杠上一次，不好意思，来个。挑战吧，大师。四条。你们不要，我在你们面前好像透明人。九条。杠。哎呀。杠一个，九桶，九饼，你会杠到我要的，来，再吃二饼，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不要了，不要，不是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杠上次，不好意思，棺材板，白皮，听到没？听到字幕，饿了，不碰了。东风，南风。哎呦，这个牌没有了吗？对呀，我也在想。不要乱杠我的。我的杠九条。杠六条。六条。和字好字母。哎呀，奶哥。旺博成功。奶哥，天哪！边伤哎，我头晕了，我的天哪！第一高倍啊！哦哦，他真的是牌运气好啦，不是技术，还没那么进牌啊，运气。这把不会，这把淘汰不了他了，完蛋了！对啊，来了，自摸就自摸就两台，自摸台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天罩啊，两台三台啊，那就三千多了，淘汰不了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俩就接下来再自摸，变成相赢为喜。我有一句话留给你们，加油，赶快。来下一把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马上，我现在很危险。现在换琪琪，贵州快聊聊，贵州快聊聊，贵族快聊聊，贵族快聊聊啦！好了，琪琪，快点，好了，快点！观众朋友要忍上南，忍上南风。我要字幕，不管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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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的，琪琪出菜。好，南风。哎，我真的不想打了。哪个要验试了？验试，验试。怎么会这么差？不
想打。我想打厌世了。东风。东风，东风。王登辉在南风圈下不去，我就不想打，真的不开心，真的会生气耶。颠三条，好，这样子一万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造成大家心里的不愉快，真的啊。那是我个人大饼大饼，身心都不愉快，真的，身心灵都受创，真的白皮儿，连旁边都气了。发财。东风，哎，难。刚才我也没给他吃牌。对啊，对啊，有他硬吃人的，他硬吃啊，一个奶罩，奶罩，奶罩吃了又吐出来。对，他就硬吃啊，真的硬吃。比谁都卖皮。贵州海聊聊。贵族坏聊聊。来，白的。白的。白皮。哎，西风好了。怎么那么多字啊？发财！南摩自首。我是打字机呢。东南西北，白板。这样你这样你后面连三把都糊他的话，就可以了，他就淘汰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真的看不下去。八条。对耶，好像有这一招，我刚没想到。对啊，我刚刚就说你们就糊一糊啊。加拍价八条，好难抉择哦。不用想吃的事情，我靠，都没有想那么多。一斌，看自己摸就有了，何必呢？八条，我帮奶哥喊的。哎，九品凤，要不要？好，来不及。一斌。哎呦，逗笑哦！哦，四杆哎呦，来七万，对对对，七万好厉害，可是弄不到。各位观众，快点！不要叹气，哎，人家才刚才酝酿，你就快一点。我很急，我个性比较急躁。两万，这不是只有你的，这是全世界。小王是不是手想给他扒了？哎，这个好难弄。这牌好难打哦！哎，你把大家都好了，我觉得这个风刚打，这个风牌好难翻嘞。来九条，碰错了。我也觉得我好难打哦。我想打你，我想打他。麻将不好打，用打人。对，打人。这个丢掉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九万，随便你，随便你。怎么都不为我啊？不会打，那个牌很奇怪。二条。碰我还看得懂。怎么办？这下碰了是怎么办？会被这人淘汰。把锁好。你看到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好痛苦哦。大哥，他刚刚站这里很痛苦，对不对？他换内伤了。一条。你怎么一直摸条子？对啊，打条子，好啊好啊，跟啊。六条，七条，这个牌好难打哦。大哥，刚才唬他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这牌好难打，拜托，我不想求求你。你怎么都是这些牌？我就是衰啊！天哪！我也好想被喂哦。天哪！他没听，别担心。我隐藏的这么好。天哪，丢错了。一条，小鸟，奶神连叹息都很好看。快一点啦！你们赶快糊，我是不可能糊了。发财！我拜托给我糊。你们互相帮忙一下，有没有人糊一下他？八条，奶哥赶快糊。奶哥都已经这么熟，我的牌，我比谁都急啊！我进不了。奶哥心急如焚啊！进不了，比谁都急啊！错了。奶罩，给奶罩。两个奶罩四桶，有什么要看我名下？他想得到认同。八点，哎呀，发财！我厉害嘞！来总统府，哎呀，七条龙，
会记得呢。要黄这个牌要黄的去。四万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哇，紫国欢腾啊！没事，小荣没事，没事。庄家红中赛，跳跃，对，庄家四七，庄家一台而已啦。嗯嗯，好，扣七百。买家开门，好悲伤哦。其实我现在是最低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好烂。我把人抽烂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天哪！我还说我今天腿很好。我看以后我都不要下，我都不要下来打好了。没事了，没事，哪个出菜？出菜，没事。天哪！哪个决定完了？被灯位一弄，他决定封。灯位弄到我们三个人都不想打了。北风跟打，好开心呐！现在就他一个人开心。一想到还有那么他分数那么高，七千，对，好痛哦。碰中，碰，哦，真的是水碰。南风，尽量不要摸到牌。对啊，尽量不要喂了。一条。哎，我也不吃不碰。奶哥心累了，心累，心累，心也好，心累。白皮，白皮，白皮，跟你们打牌好自在。我爱叠呐，一万，一万，西风，一万，怕万一，一万，九条，哎，不打，打红中，东，东风。打到天荒地老，地老也回不了。真的，我都白了，天高皇帝远，是不是？哦，天哪！天哪，这一把是不是大家起手都不好，唉声叹气？嗯，哦，不是，是被他弄到拐掉，拐掉，对，真的，真的被拐到，一定是被拐到，好可怕哦！不要让他摸，碰，就是这一张，不要被他吓到，二饼。黑板啊，摸到五条，来过我喂你，你赶快唬他。我喂你要什么？你跟我说。对，直接助攻，按下按号。这行为不可取。我什么都给你。这行为不可取。弄合理。你们打到那个，打到那牌一点点那种，啊，兴奋感都没有。我来猜一个。喂我啊！喂我，九万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我要留这个。我已经算了，对。小柔，你真的想吐？八桶，对我很想吐血。来二饼，你们不会懂我的啦。我真的不懂，真是猜不透你呢。他们也不想懂我。五花，五花，这在这里。阿比，看吧。打错了，好烦哦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快点啦！看哦，哎，真打错了，看跟智障一样哎！你才知道，八万啦，快点啦！好了，这个不要了啦，反正已经有眼睛了。快点啦！好，二条，跟智障一样，气死了。相宜，你现在两台哦，胡桃，我还有四花三台哦，胡黄灯灰，哇，胡起来，胡起来，真的，真的，你加油，对，我现在分数最低耶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给你集气，对，我做个法，你拍拍他的背，对，嗯，八锁，太好，太好，十一个，太好，太好，天牌胡桃，天牌胡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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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多讨人厌。一桶，你看一下，你看现在留言板多少？在骂，开骂，多少人在骂？爆嘞，爆嘞，八条，你打的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哎呀，欲走还留，欲擒故纵。哎呀，干嘛？很烦，是怎么回事？快点啊！八万啊！六桶，对，六桶，胡下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念这个，我也很想胡啊。加油了，香颖，好烦哦，加油，香颖真的加油，真的不能输他。他怎么样都不会被淘汰。哦，头好痛哦，不要讲这个了，我现在好紧张哦。怎么那么久？九锁，
告高哎，告高，难。你们会不会下了节目之后在外面打我？会会，这是肯定。然后他们会叫人打你，他们不会动自己的手。对，三条，吃九条。味道了，味道了。助攻，你赶快虎了。助攻一个，虎他也没用。七饼，踩七饼队来。奇怪，怎么没有掉？对哦，是有蹊跷。怎么那么刚好？对啊，怎么那么多？这么多五条？哎，不要再长了。怎么？狐狸。啊，棒棒棒棒！什么？是啊，我摸的大家都受害啊。好，对吼。国家撕破两台。三条会放吗？我啊，会啊。我还摸，你那还转的吧？还糊了。看你当庄，快点。看你的。还差炸糊啊？炸糊有没有机会？八点。好的，灯辉，换你，换你，蔬菜。好，我这菜有点乱。进来啦，你先打不要的。东风，为什么第一将牌那么好，第二将会这样？没事没事，加油。花第二将牌也没有。北风，哪个头痛了？拜拜。相迎这一把你一定要。还要我要痛苦，痛苦要痛苦。你想讲什么？西风。快点！别让他们知道。他刚刚那个字幕真的把气都吸走了，真的，有些人就这样，真的。快打！发财！不是我。发财！六条甜的。哎呀，刚才那个牌我好烂，还会打到最后听。很厉害啊！对啊。自摸哇哩咧咧。小鸟，换你。南风，留着是二筒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！他喜欢哪招？我给你。西风，五条。哎呦！啊！天哪！然后你都不要。芭比。摸啊！啊！怎么办？我就看你碍眼。嗯。有一个谜样的声音，打七万好了。谁？被你知道，用米样的声音是害我的，米样的声音是害我的，就知道大家就说大家目标一致了。可恨呐！白的，白的，白皮儿，喂我啦，喂我啦，喂我棒啊！这条。三万，七，哎呦！下次你们那个发通告是不是给我先看一下？七筒，南风，七筒，啊，怎么可能？西风，那你等会。如果和局的话，我也是。和局也是。对，你也是，因为你现在最低分。八锁。八锁。是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味道，味道。哇塞，边三万的卡八万。边七万，边三万，边七万。怎么有种闻到被淘汰的味道了？完蛋了！你一直喂我哎。八条。很棒，很棒。嘿，三筒。七。哦，太棒了！太扯了！中筒。三个，一个边三万，一个边七万，一个卡三笔。拍拍手，赶紧拍拍。打什么牌？就大家知道是要听什么。赶紧拍拍手啦！我还真不知道你。天哪！我听你角度正确的。你刚刚踹到他腿了，凹起。对。二条。天哪！你太扯了吧！吃。牌从最烂变成对。总算让我吃到你了，二条。我要丢哪一只呢？边张比较安全。九饼，没事。没事。对吧？就跟你说我会玩吧，你看我没放枪。你是运气。吃，二万。这里啊。对。小鸟。小鸟。好可怕！哇，天哪！六万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。好慢的，的确，啊，没掉了，我怎么办啊？
吧？凉拌炒鸡蛋。打出来让我们。你们俩只差400分。加油，400分。你也可以不放炮为原则。所以很紧张。因为现在香影是最低分。对。所以如果你不放的话，基本上你就没事。哦。都掉出来了。他一定要腕子嘛。因为他打了6万。我知道了，对。他一定是靠腕子。放5万我也5万。哦，5万你5万。对，放5万。这样子。886，哎，放5万你也胡啊？那我第四是77，他只有一个第五，嗯，对，500分，来回你看差100，差了，对，哇，哇，可以奇迹淘汰啊！奶糕其实是最痛苦的，这什么世界？对啊，马上进行我们的花牌大搬包。好，来进行我们的花牌大奔风。是的，现在这两位我看看水准都不怎么样啊。抢三啊，荧幕上出现了，谁先抢答3题就是可以答500分。好了，准备来看第一题，请开牌。应该是万，应该是万。好，香影要举吗？香影，我来6-7万。恭喜！我有看到6万。我有看到六万而已啊，他瞎了一只眼。来，我们来准备的第二题，请开牌。哇，会不会太？哦，香影来，香影来，八桶，单调八饼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最后一张八饼，对，还是香影就直落三好了，很简单，输了，所以已经2-0了，再答对香影就赢了。来，第三题，请开牌。6万9桶对倒，差一点，哎呦，6万9饼，我差一点，慢了一点，对，慢一点，抢快的。哎，我们今天算没有把你们摆得很花了，嗯，好，好不好？恭喜了，加2-1，来下一题，请开牌。哎呦，36桶，你看太快了吧？天哪，真的蛮快。是掉将的牌，36饼。因为可能只有4张，哎，可是我还没看到，我根本还没看到后面呢。可能我们牌的把它弄得太简单了。真的，最后一题来，准备哦，要看局部。两位，关键哦，关键哦，请开牌。哎呦，这个很乱哦。万。哎，我知道，香影是69万带一条吗？69万带一条。恭喜！三个9万，6-9万，还有一个9万跟1条对倒，好不好？所以香影得到500的积分。恭喜！西风冠军战。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西风的冠军战了啊！现在累计奖金是13600的积分。最后还有这个西风冠军战还要累计下去哦。好。所以香影加油。好。好不好？我也帮不了你。加油。啊，你们两个后面要不要帮他打？你可以这样，可以吗？可以这样吗？不行，让他这样，他最后要留下来，对啊，不是，全部丢中间。啊，你说最后的，他得到钱奖金没有算他的。好了，刚刚得到积分呢，500积分是你啊，来 ，bonus， 现在相应是1500，11，好，西风冠军战，相应出赛，来，北风。现在我们这一台是300，男的，哦，变300的，对，好贵，哦，撸来撸鬼哦，东风儿，会破产，没破又不是破我破你，对啊，对啊，白皮，来红中，不一样呢，啊，9瓣，哎。黄忠，你的牌真的是很鸟哦，很好，可以就是重新投胎，这样真的可以重新投胎了呢。可是可爆会摸进来，可是他都摸一摸就会白皮儿，哎呦，所以站在后面很想吐血。七饼哦，被吓到。七饼，发财！哎呀，发财！气息。相信这样的人摸到，
桶。就跟你说是你们两个走过来的关系。你们是左右护法一过来排就变成。你把我们两个淘汰了。九条。在后面几个下咒。我就刚刚在做法哎。用念力。中了，中了。让我的牌变差。丢啊，丢高。吸。一条。嘿，碰。哦。哪个气不小的感觉？这个。绝对不让黄灯会打到四半，北风决战。何必呢？六锁厉害吧？想不到吧？意不意外？真的，大家不想理他，真的没有人要理他了。三万，碰，很好，上碰，下放炮，一万，一万万，就是这一张一万。要害我不看？不会啦。放起来，放起来。二万啊？对啊。没事啦。打二万。牌都知道你要打什么。放炮，哎呦，这么多这些东西、啊。四脉。一边儿。放炮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二万。都没人要万字。挂牌，三条。好想穿。吃一个，吃一个。好想穿哦。穿起来了。你好多三角裤，你在干嘛？拿错，拿错。八条，八条。这是一种暗示。哦。西风啊。三只。山西，哎呦，山西人啊。八条。刷刷飞狼。我爷爷从那边过来。哎呀，就不应该摸这个。没有，因为摸的话你扣的比较多，你庄家。哇！哎呀！啊！直播白皮两台，相赢三台。哎，这样我又莫名其妙把他打赢了。两台三台，一千一的，一千四，还好你有个 bonus， 真的，所以你分数比他高。还是500跟的叠上他，对对。没事没事，好不好？你要赢他200。哇，还好。OK 的。来哦，换奶哥。哎呀，真是他有这个命。十四，西风决战啊，嗯，冠军赛来，第二把，西。发财。东。吃饭睡觉打。北风。哎呀，白的。碰。不一样哦，气势不一样了。对，六饼好像不一样，很甜呢。哎呀，真的不一样。你八饼去做美容，对不对？这很烦呢。我是说做脸呐，嗯，想到哪里就。六条，红中，北，九饼。三条腿，发出奇怪的声音啊！啊，白板，黄忠，发财，发财，啊，我真的是，奇怪，这个牌看起来都很像，你放错了对不对？不花，一桶，是。哎呦，你不能这样哦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对，加油！哎呀，怎么摸到这种牌呀？我的天老爷！懂我吗？对，男的。原来站在旁边是这种感觉。对，难怪第一局奶哥眼睛都闭上。对，二半。碰！哎呦 ！Say man 啊！碰！碰！吃吃吃！哎，被人家碰了。吃碰碰，二万。你们好像很热闹哦。我不吃也行。我也没有那么二。男的，男风碰不出来啊，难，这么多难，这么难哦。一饼一饼。哎，办，越摸越长，这真是令我很为难啊。嗯，碰成这样了，好吧，
那就打这个好了。八万。太奇怪了，这一切都太奇怪了。是不是觉得很诡异？知道你很真的很诡异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最痛苦的。吃鸡。吃鸡哦。我们两个现在痛苦指数。蒙子嘞。第四张了还想。九饼。嘿，四饼。对，先把这个弄掉，因为太长。九条。越玩越长。碰碰碰碰碰，九条碰几嘞？碰几嘞？碰几嘞？五万。还好有你，自己人自己人，干放放放放，他给他打八万，对打八万吃五万了，我的天，他给他打到西风，我们要吐血了，吐血，那放放快，放了啦，不会啦，三万，你怎么知道不会？对啊，为什么不会啊？没事没事，南宫啊，就是怎样都。九个人玩，九个人玩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恭喜啊！哎，棒棒棒棒！哇，这期来倒下来，我会吃吗？三花白皮庄家，三台九百，加一个底1400，恭喜他！恭喜相迎福了，来，很开心呢。对，现在不管怎么样，积分你比他高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刚才我牌太好，不会打。现在换我了，加油加油！吃打八万，吃五万，对啊，厉害！来出菜，插牌。我牌不能太好，我不会打。十三，打到第三把了哈，七封冠军赛出菜。先让大家发一下。好，谢谢你哦。九通，这么好变呢。那种那种边章不会有人要，先打一打。九万。我都有在看麻将秘籍。嗯，你是戴着墨镜在看。麻将秘籍。一万。边章可以。你是看到麻将应该就便秘吧？七方。四啊。太好，不会打。八条。碰。这个。一个，你碰啊！哦，你很烦。碰比较大。你很烦哎，慢。大家都这么说。不好意思呀。啊，那就打六所好了。东风。发财。南风。九条。南风，嗯，来，五个人玩，吃一个，一本，哎呦，不错，可以留，嗯，奇货可居，哎呀，北风，没有，我要把这个弄掉。北风不要打，这不好，这不好，这不好。六饼，这不好。北风，碰，怕到了吧？想不到吧？意不意外？我知道你要，意不意外？他给你的啦。谢谢。阿童，红中，嘿，碰红中，对不起，拍谁？你是素对不起，你是素兰对不对？红中，不碰我还有八筒，好，七饼，白皮儿，碰，好，好你碰，五饼，真的吗？只牌而已，吓到了，快牌，因为我他太歪了，那你还蛮轻的，感觉哦，还没，很凶呢，还没吃到呢，凶的感觉哈，还没吃到，让我吃一张吧，哎有哎，可以进哎，那就来听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，各位观众，吃一张吧，嗯，九万，这里，七个，六桶。哎，很恨是吧？嗯，一花，哎，这
起来。三饼。我想一下哦。好哦。站起来啦！七条，七条，糊了啊！没关系，让你糊很棒。你不能糊，你叫我死。没事。过水。哇！四七。熊熊庄家加一台是八百分。你是听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就一直很多万呢。没有啦，他是。可是他什么？九九五。你听七万吗？七八。七八啊！过年他听什么？好险我没打，让你不是，我觉得七万有点可怕。然后我想说先摆着。真的。展哥就看看，真的。啊，不然就他放很好，真的放的很好。让你赢，让你再交八百分。耶！对，最后一把，你知道你现在积分多少吗？我不知道。三千九。好，那想赢嘞？有机会赢吗？六千三。可以可以。我放得很好，谢谢你。我胡摊有机会吗？有。大胡一把。三台，三台一千一，要三台以上。三台九百加五百又一千，我你们没，我你们就挂了，对不对？自摸也可以啊。反正我们三个胡摊他就走了。对，加油加油！我们三个相信一国。这一把如果他自摸，我跟你就有鬼了。来，北风出菜哈。菜。很好，北风，南风，哎呦喂，发财，白板，西风，我开始不会玩。不会玩叫弃权嘛？他真的不会打，好吧，我们就不打了。我很确定了，我现在很确定，我现在好慌哦。你帮我看的，对对。我现在好慌哦。这样，我可以直接叫你丢什么吗？啊，去了啦，去了啦，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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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九条好了，我好慌哦。到底在慌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怎么打？他排太好了，排一下，排一下。好多。甜的。七万。算一下，哎呦，来四万，先走。发财发财，我想吃。乖，哎，你喂我，你喂我吃，我不给你碰。哎呦，哎嘿，可以哦，嗯。放抽屉，没关系，他看得懂就好。那这个放这个离他比较远，八条。碰。不，改了，改了。北风。哎。我一个八。哎呀。好。哎呦，来八条。我碰来打一张脸。九饼。九饼，想拐一下牌。九饼，还得打九饼。对啊。那吃还是要碰？七八九九饼。不行啊，我这样会很乱，我不要。我先摸。没事没事，摸牌摸牌。我弄得我很乱。冷静啊！三四五，哎，碰碰碰碰。好，那你换我，让我吃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做一个金兵蹦地子拳。挑战吧，大神！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做一个惊天动地之举。好笑，他在干嘛？没关系了，他才一台了。你放炮他也糊不了。哦，对。他三台才能够那个。哎，终于。终于等到你。西风。站起来哦。好。打着打着也能这样。对，他就是一直这样子。对，他就是一直这样。中了，就是这一张红中。那个对死，天哪！黄灯会对死，二万，碰碰碰碰碰碰，很好。好，打黄也赢啊，谢谢。打黄相迎也赢啊，耶！好，二条，二条。那看来我要用奶油桂花手。啊！怎么摸到这个嘞？
他现在一定觉得很困惑，如果他现在一定很困扰。两个人晚上会不会看那么开心？坚持，我难骂狗阿公要坚持。喜欢看他困扰。对啊，看他困扰好像蛮有趣的。南风，他是不是他现在听对倒了？东风，天哪！他听对倒，如果二比，灯辉最爱。对，你走，阿妈，阿妈，你给我坚持。他要是换另外一张的话，他就要自摸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阿妈，你给我坚持，你要换两张九万。阿妈，你用背啊，在帮忙。阿妈，好烦哦。我怎么会这么智障啊？天哪！五万，笨哦。阿妈会教。我好笨哦。直播，主播，恭喜！我也要死，我也要死。他九万，他本来是一是，对不对？对倒的话就糊了。对啊，你等你放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对啊，恭喜了！耶！啊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我至少让你们都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们开心我就开心了。哎，这是自摸台而已嘛。一台。啊，自摸台。啊，你是两台，相宜是一台。嗯。你扣八百而已。没事。所以来，扣八百，他刚刚是6300嘛。对啊，但他还是赢啊。没有，我知道扣6000，那这一把的积分比较少。是是是。对不对？嗯。所以恭喜相宜获胜。大家都开心。决战北风北。好，恭喜相宜挑战成功。恭喜。众望所归了，对，众望所归啊，众望所归，其实众望所归是他们俩，应该是，没想到众望所归是两位的议员，然后呢，还好不是他，真的，还好，差一点就是我了，就真的还差一点，真的很好，对，真的，所以相宜今天挑战是19100块，嗯，挑战成功就要积分换现金办，是的，但你现在已经未免了啦，刚未免，好，还可以参，我们前面两集都是我打的哦。都输了，所有故事。好吧，下一个。好，熊熊，加油。好，骰喽。你骰。Go。六。好了，很重要哦，19100来。我好紧张哦，平常会位置都哪个做的？我先丢。对，打。看一下。八万。哇。还是牌都很好玩，其实也没有什么。对，其实蛮好玩。可以。好想要打打看这里。能吃能喝。真的。好好玩哦。9条，这边吗？对。我也觉得这里好像很好玩。嗯。9桶。9饼。嗯。八瓣，跟你打。5万。58万。对，不要了。58万，对，不要了。6万，不要。这个两个也没什么盯不盯啊，抠不抠啊，真的，只有照牌打，又不是你胡就是我胡，你不放炮我会自摸，真的，你不放炮我会自摸。6瓣。怎么都不要？熊熊很厉害耶，是6万对啊，都不要哎。熊熊都丢到他不要，好厉害。2饼，要喊哦。2饼，嗯，5条，你要吗？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吃，可吃可碰。1条，谢谢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好快啊！谢谢，下课。我下次也不上，下次我也不上。我跟刚刚一样的意思。这牌这么好哎，挺好的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他牌还好。他这样就赢了吗？对啊，守住了。对啊，所以你把我刚才浪费的时间都赚回来。八角跟一笔，好挑，好强，就没有奖金了，就没有了。哇 ，sorry。好了，好强，好强，恭喜啦！今天是挑战成功啊，虽然没有拿到奖金，对，未免对，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。
这个挑战成功六次卫冕，我们还百万名车，是，而且每一次还可以挑战我们最后的积分，真的，好吧？那黄登辉，我们一年后再发你通告，放心啦，好不好？要是我不会再发了，对，我会，哎，他比较狠，然后不会再发，我是没有练习，其实我会，我变慢，带丈母娘来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带媳妇来，带媳妇来，我们欢迎观众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节目，电话是02-879-35802，02-879-35802，好，六次挑战成功可以获得百万名车啊！谢谢四位，谢谢大家。